出来的请在讯息列留下这首歌的歌名哦。好，前面所有的钢琴曲，今天音乐课要来上什么？要来上如何你去了解，去听所有的歌曲，它有做什么样子的分段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，通常它会有一个前奏，通常你在听到乐曲的时候，前面这一段他在讲话，就好像老师现在跟大家开头，这个叫做前奏。跟我念一次，前奏。前是哪一个前？不是数钞票的那个前，是前面的那一个前。好，再来往下所有的歌曲，像这一句，你不是你解开了故事的谜语，我想你我的约定。好，前面不管是唱歌或者是钢琴，好，钢琴通常左手它是唱歌用的，那可不可以两只手都弹一样？可以，我们来听听看。好，两只手可以弹一样，那可不可以两只手都伴奏？当然可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琴介绍有认识钢琴，好，那到了四年级五年级我们要学什么？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不管怎么样，钢琴的初学，今天老师为什么要录这个影片？就是要来跟大家认识钢琴的弹奏。好，趁线上教学的这一个阶段呢，我们可以趁在线上教学的时候把你的手动一动，
在家里练习琴键。那刚好因为老师家里有琴键，可以陪着大家一起练习，好吗？好，那准备一下，请帮我把你的课本翻到最后面有键盘的地方。等一下，听老师的指令，我们就开始练习今天的钢琴咯。刚刚呢，老师上课的时候有问这一首什么歌曲，现在请你将这一首歌曲的名字帮我放在讯息列，老师要作为登记起来，就是加分用的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现在请回答问题，再翻开课本，来做我们的钢琴练习咯，拜拜。哦，对不起，不小心弹到了，搞笑。好，那钢琴可不可以弹？黑人台管当然可以。